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是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 TY 的一个公司生产设计出来的一个粉红猪小妹的这么一个毛绒玩具。然后上面呢是叫一个 George， 然后它是适合于我们一岁半以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这个毛绒玩具呢非常的软，然后它的这个毛呢设计的是也是非常的软，因为它是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玩的这么一个毛绒玩具嘛。然后里面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软软的棉花在里面，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把它压扁。然后我们的粉红猪小妹呢手里呢是抱着这么一个小蛇还或者是小鳄鱼，我们的眼睛呢是绣上去的，还有它的鼻子和嘴巴，在它的脸颊上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小脸蛋，也是非常的可爱。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粉红猪小妹的毛绒玩具呢这颜色配色也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秀气，然后粉色配上水蓝色啊，就觉得这特别适合一个小姑娘去玩我们这个粉红的这么一个毛绒玩具。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个粉红猪小妹。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你有更多更好的一个想法的话，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言给我们，或者呢是你可以给我一个大拇指向上赞。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不要忘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呢都会最新推出很多个最新的一个视频，希望你能够观看。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